大家好，我是蹦艺术林仁斌。这部影片要跟大家分享2024年8月12号到22号蹦艺术与原点旅行社联合推出的奥地利布列根兹音乐节与瑞士琉森音乐节，结合精致旅游与星级美食，并且欣赏欧洲当代建筑的超级优质旅行。奥地利布列根兹音乐节歌剧舞台就自然地搭建在音乐节最标榜的波登湖上，这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水上歌剧舞台。舞台的核心结构由混凝土制成，锚定在布列根兹湖底。2024年我们将入场欣赏开启德语浪漫时期的歌剧首部曲魔弹射手 Der Freischütz。这一次我们要以这一部最熟悉的歌剧亲临奥地利布列根兹音乐节，欣赏这绝美的湖上歌剧舞台。歌剧看制作就是这个硬道理。我们也独家取得视野最棒的黄色区域全 A 级票券，到时候夕阳、落日、黄昏、美景、音乐、歌剧、美食，所有人生浪漫元素一次满足您。瑞士琉森音乐节一直是欧洲的主要音乐节之一，举办地点就在瑞士中部的城市琉森。自从1938年由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创立以来，琉森音乐节已经有86年的历史。每年的8月到9月份是琉森当地年度夏季最盛大的古典音乐庆典活动。在这两个月中，琉森音乐节总共会举办60场以上大大小小的音乐会以及讲习会等等，而其中交响乐的庆典演出绝对是我们不会错过的音乐盛宴。在这一次我们停留琉森期间，将入场欣赏三场精彩无比的交响乐团音乐会，分别是8月16号 Riccardo Chailly 指挥琉森节庆管弦乐团的马勒第七号，8月17号乐坛天之骄子 Klaus Makela 指挥琉森节庆管弦乐团跟钢琴家安斯涅带来孟德尔颂《芬加尔洞窟序曲》、格力格钢琴协奏曲与舒曼第二号交响曲。而8月18号进入最盛大的庆典，我们将入场欣赏当代巨擘巴伦波音与小提琴女神穆特所联合演奏的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这一场音乐会同时也是巴伦波音所指挥的西东德联合管弦乐团成立25年纪念音乐会，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在瑞士琉森期间，我们也安排连续四晚入住东方文华皇宫饭店，提供给所有的团员们最舒适、便利以及最高等级的品质享受。除了这么多音乐相关的梦幻行程，我们也将连续两个晚上入住已经成立300年瑞士最传奇豪华的巴塞尔三王饭店。随着旅程，我们也将欣赏当代建筑大师们的名作 Vitra Fire Station, Vitra House, Vitra Factory, Vitra Design Museum, Vitra Conference Hall。 这些我相信都是喜爱建筑艺术的您到欧洲瑞士不可错过的景点。为了兼顾欧洲旅游的最高舒适度，我们也选择了阿联酋航空 A380 梦幻客机。无论是商务舱的顶级享受，或者经济舱的梦幻体验，各位都能够在这一趟旅行之中体验连续获选 Skytrax 全球表现前五名的航空公司。无论是瑞士美食、意大利美食到泰式餐厅，我们从道地餐厅一路将吃到米其林的星级餐厅。这一趟行程都有非常缜密而舒适的美食规划等你来体验哦。这是一趟集结音乐欣赏、美食、高级住宿、人文美学的特殊旅程，由我本人参与并且全程随团导领，
也将带给大家截然不同体验交响音乐与歌剧的深度感受。本次旅行已经确定成团，目前只剩下少数几个名额，赶快联络原点旅行社，为自己预约一趟最美妙难忘的2024年夏季梦幻音乐旅行吧。蹦艺术与原点旅行社未来将有更多精致美好的音乐、艺文、美食、国内外旅行，敬请持续关注蹦艺术与原点旅行社网站，等你来参加哦。